新版本，蛋仔派对最强的一只蛋。叮叮叮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我来告诉大家啊。哦，他就藏在我们的蛋子之中，拥有他的人就是第一名。快看看你们拥有那个蛋子了吗？有人说是 JK 妹，在蛋仔中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， JK 妹是无敌的， JK 妹是无敌的。 No， 伙伴们呀，其实并不是 JK 妹， JK 妹是无敌的只是一句嘲讽的话而已。也有人说是僵尸博士，因为僵尸博士可以改造其他的蛋仔，所以啊，很多人觉得僵尸博士是新版本最强的蛋。伙伴们 No No No， 都不对都不对，现在我来告诉大家，新版本最强蛋子是，其实啊，它就隐藏在我们的蛋仔来，在蛋仔中隐藏着一种蛋叫剪辑蛋。伙伴们，这种蛋是蛋仔派对最强的蛋，因为他们可以在别人刚开始游戏的时候，他就直接跳一下到达终点。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？我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剪辑蛋？哈哈哈。